明朝时期，江北小镇生产精湛的木雕，人们的生活富裕安康。后来，年轻的学徒心浮气躁，胡乱做雕品出售。只有一个叫万三的老人坚持用心雕刻。我再要2件木雕，对不起，今天没货了，您后天再来看看吧。慢慢的，客商减少，小镇变得贫穷起来。 许多人变成了痞子和无赖，设套欺诈，甚至骗人抢夺。卖木雕喽，精品木雕。万三，整天雕这些木头有什么意思？你看我们多清闲！你们抛弃祖先的手艺，每天不干正事儿，到处坑蒙拐骗，是要受到惩罚的。嘿嘿，在这里只有我惩罚别人的份儿，谁敢惩罚我们？ 这天，街上走来一位手持赤金法杖、身披金丝袈裟、项挂珍珠珊瑚的老和尚。老大，那边有个面生的和尚，这和尚身上宝物可真不少，想办法搞来，咱们几个分了。和尚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要到哪儿去呀？老衲一路云游至此，正要去慈云寺挂单。你是出家人，不能带宝物进庙。 得全部留下，让我们替你保管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这道理老衲闻所未闻呐！不给，想挨打吗？兄弟们，揍他！你们别打了，老头儿，你闲事少管，不然连你一块揍！快住手！哎呀，造孽呀！我看你是皮痒痒了，一起打！ 无赖们打了人，并将老和尚身上的财宝一抢而空。大师，你怎么样？伤着没有？我没事，他们伤不了我。等他们走远了，老和尚笑着从怀中掏出一个木雕观音。老人家，你心地善良，我将这个赠与你，只要你供奉在家，必能得偿所愿。 无赖们用衣服包着抢来的宝贝回了家，赶紧打开瞧瞧，咱们今天要发财了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是石头？这也太奇怪了！刚才明明都是奇珍异宝啊！哼，老和尚竟敢耍我们，下次见到绝饶不了他！万藏回家后，依照老和尚的嘱托，日夜供奉观音像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万师傅，我买这件木雕，我也买一件。我家主人点名要买你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给您包上。这天，老和尚再次出现在街上，被无赖们撞个正着。老大，上次耍我们的就是那和尚，给我狠狠地揍他！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万三上前用身体护住和尚。咦，好像不对，住手！ 无赖们停下一看，他们打的根本不是什么和尚，而是一根人形大小的紫檀木，木头上显出4个金字“众宝观音”。众人正惊讶间，紫檀木上方腾起一片红云，随后，观音菩萨缓缓降落于红云之上。无赖们又悔又怕，赶紧跪下磕头忏悔：“我们知道错了，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们吧。” 你们一心为财，失去良知，贪婪成性。我佛慈悲，赦免尔等过错。你们记住，从今往后，心怀慈悲，弃恶从善，积德修心，皈依三宝，福泽子孙。说完，菩萨便消失不见了。 只留下那根紫檀木，万三就将紫檀木雕成了一尊身披珠宝、手执念珠的众宝观音，供奉在附近的一个寺庙中。焚香礼拜之人络绎不绝，四方邻里纷纷效仿，家家户户都供奉一尊众宝观音像，并四处传播观音菩萨救度的故事。这个江北小镇又渐渐繁荣起来。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就是众宝观音。